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影片。今天呢，要来单排 B 排地狱场啦，没有错。因为呢，前几天盖瑞在YouTube 有 PO 一个，是我在 B 排的时候，然后跟我一些朋友在玩的，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有人说，希望他们可以看到盖瑞去单排 B 排地狱，想要让我尝试一下那种感觉，没有错，那种感觉其实我很之前就有尝试过了。然后呢，可是这次是这个新的赛季 S7 对不对？我就来尝试一下，到底这个新的赛季是不是还有一堆 trouble 会出现呢 ？OK， 那我们今天呢玩的就是洛克打野啦。那这时候哇，前期这个超人直接在我旁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没有关系，我这个稳稳的鬼之制裁顺利的拿下了这只蓝 buff。这时候呢，配合队友赶快利用我的一技能加速，赶快冲过去加一枪 ，bang， 直接拿下了首杀。虽然兄弟们打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洛克呢，其实他在前期的时候他吃野速度超级快的，所以呢，尽量啦，前期不要跟他拼那个，前期不要跟他拼这个野区，你知道吗？他前期的时候超猛的，你知道吗？一等的时候就很强，他那个哇，可是我现在发现哇。完蛋了，这是一个双向路野呀、啊！我的妈妈咪呀、啊！我的红也不见了，然后蓝刚刚也差点被拿走了。我的老天爷，我这场感觉就是要去了。这时候呢，原本是想要反对面的红，但是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为时已晚了。但是呢，我这时候看一下队友的状态，我觉得对面的这一只射飞师肯定没有制裁，因为我现在呢还有一个制裁哦。那我这里呢，在一个这个尴尬，差一点可以反到，结果竟然只差了一个普攻，但是呢，我这时候我们家的勇竟然运用他的E技能拿下了这个红 buff， 哇，打得非常的漂亮。这时候我发现完蛋了，兄弟们怎么奈阿呢？全世界都在你左右，我这里直接去了，我的老天爷啊！开场一个直接爆裂，这里呢我们就只好继续看下去喽。好的，我们这时候呢已经吃完了蓝，然后发现哇，我们家的红又被对面的这个射飞师给入侵，这个真的是唐阿呢，他这时候还直接继续给我跳进来，然后把我们家的女人哇吃完我的红，还把女人给杀掉，这个金价唐没有关系。Gary 呢一个顶一个射，顺利的把他的人头给拿下，拿回了我的双 buff 啊，哇，我真的觉得我快要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时候呢，看到手边有一个古龙，就继续赶快把这个古龙给吃掉，千万千万要记得，你经济已经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尽量避战，然后赶快把那些该吃的赶快吃一吃。这时候呢，刚刚古龙差点被拿走，没有关系， Gary 有鬼之E 技能，不是鬼之制裁，鬼之制裁是奇奇。OK， 没有啦。这里呢，讲解一下洛克的 E 技能。洛克 E 技能，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们想要抢这个 buff 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 E 技能跟你的制裁同时按下去，就是 bang， 哇，那个瞬间爆发超级超级高的。OK， 然后这时候呢，盖瑞刚刚突然一个灵光闪现，男人的第六感非常的准，就觉得说上路一定会出 trouble， 没有关系，我们这时候呢，发现对面的射飞师直接入塔，想要塔杀没有关系，盖瑞这里直接开启一个大绝，在一个制裁缓速之后，一枪一枪的射在敌人的脸上，再一个一技能射在敌方的女人身上，顺利的拿下 double kill。你还要我怎样？我就还想对你怎样？我这里呢，直接把对面的两颗人头给拿走之后，只剩下一只超人。我们这时候呢，准备进行塔杀，再一个一技能加一个缓速，顺利的把他给缓出。但是这时候超人缴出了他的二技能，顺利的逃开了。我们这时候呢，只剩下一只兵，有点尴尬，因为没有办法把对面的塔呢给拔走。哦，没有关系，这时候呢，看到手边还有一个魔龙，就赶快呢扣队友，赶快把这个魔龙呢给吃掉。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发现，我们家中路那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尴尬。各位要记得，千万不要那样子做蹲点，因为你知道你的队友不在你旁边，然后你做那么深入的蹲点，就是会像现在画面中的直接被对面给加杀掉了。我们这时候呢，只好摸摸鼻子，继续来去吃我们家的蓝，然后把我们家的 buff 呢全部拿一拿。重要的 buff 记得先把它拿到口袋。这时候又一直超、哦、你。你是咧一直顶一直顶，阿你唔通哦哇，一直入侵咧，对面这个打得超级超级凶的。这时候呢，我决定也凶对面一发，我这里呢决定直接来去凶对面的红 buff， 想要做一个入侵。但是我发现哇，外星空并龙博狼没有关系，我这里一个顶一个射，再一个一技能直接往前射在女人身上，顺利的拿下她的人头。这时候呢，再准备考验 Gary 的走位技巧，一个扭啊有扭来扭去，再一个一技能再一枪，顺利的拿走男人的人头，就是这么强， Gary 就是这么会扭，一个扭一个射，一个扭一个射，一个扭一个射，哇，爽歪歪，就是这么猛。OK， 好，我们这时候呢已经没有状态了，就赶快进行恢复的动作喽。
我们这里呢偷偷吃古龙，应该是没有人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吃古龙了吧？哇，这时候发现哇，沙鹿又被包夹了，完蛋了，他这个位置超级超级危险，那他这里直接死掉了。哇，没有关系，我们这里呢准备进行复仇，复仇者联盟一枪直接把对面的艾莉给射穿了，然后再这个没有办法，那就算了哈。那我们这时候呢摸摸鼻子，继续来去清兵，然后清这个野怪。赶快呢把这个自己的发育赶快做起来，因为我发现呢在这种地狱排位场了，你就是赶快把自己的发育搞好就好。因为我自己其实身边有很多同学，然后他们都问我说，哎，他们在现在的这个 C 排或者 B 排的时候到底要怎么玩，因为他们觉得很难很难玩，然后也没有办法做沟通。那盖瑞教你一个方法，打这个排位呢，你自己单排的话就是一个道理，玩打野，然后你要玩的套路就是浓爆浓爆，就是浓爆，就是你把自己的经济搞得非常非常好，你才能凯瑞全场。时间呢这时候来到九分钟，我们刚刚复活，这时候发现哇，对面又来入侵我们家的野区了。这时候呢我直接开启一个大绝，顶住对面艾里之后呢，再一枪枪射在他脸上，再一个一阵顺利的拿掉他的人头。赶快呢利用我的二技能往前追，之后呢我发现哇，我队友死光光，没有关系，我这时候呢跟勇准备往前，我这个一阵一枪直接带走对面的图人，再一个二技能顶在对面的设备师脸上，再一个一枪带走对面的设备师，之后再一个二技能追上对面的这只锦州，再一个哇，这个勇的大绝非常非常漂亮。哇，我们刚刚一个完美的配合，顺利的收掉了四颗人头，一个漂亮的二幻师，赶快在下面刷起6666盖瑞的。哇，刚刚这波配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跟勇的配合赶快刷起来，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好的，我们这时候呢来去弄一下野怪的时候，发现这时候中路这里直接往前滑，他这里直接往前滑，他死定了，各位先生女士们，我这里我这个有点尴尬，他竟然队友哎，他这个哇，这是干嘛？哇哩嘞，哇 ，what？ 刚才我到底看什么东西？他突然一个瞬移往前之后，拿走人头，他竟然直接这样下去送头呢？哇！这起下面挖沟那也要呢，我看到底看了什么，我真的是看不懂。哇，我刚刚吓了一跳啊，他突然一个瞬移就算了，然后他现在这样子走进塔下，可能是断线吧。哇，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好可怕啊。然后他刚刚前面也是各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死。我真的觉得这个地狱排位不好打，各位先生女士们辛苦了。没有关系，我们这时候呢继续来去把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可能队友不太行的时候，你就赶快，你就相信你自己，你要把你自己该做的事给做好 ，OK。但是呢，这时候对面利用这个空闲之余把凯撒给带走了，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兵线呢整理好就好，尽量。如果你发现外塔可能血线很少很少的时候，你就先把你的可能一些不重要的外塔给放掉，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硬去守的话，你可能会损失人力，反而呢把你的二塔甚至是高地塔给放掉。 OK， 我们这时候呢发现对面是 FC 是直接冲入塔下被我们队友带走之后呢，这里再找寻一个可以切入的点位，我这里呢直接一个哇制裁在对面的景身上，然后这里疯狂的深追，然后对面这个超人直接一个顶，我这里准备要加速，但是有点来不及，有点可惜。刚刚用的是想说利用一个强开呢把对面的这个超人以及镜呢给带走，但是刚有点可惜，没有能够成功。 OK， 没有关系，我们这时候呢发现对面的图人以及这只艾迪的位置非常非常的那固的，我们赶快赶过去，然后配合我们家的佩纳再一枪一枪，哇，超人一个顶直接把他给顶死了，非常的痛啊。我们这里呢发现对面是准备要绕跑，准备要撤退了，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重要 buff 给拿起来吼。好，我们这里呢已经有一个人头上的优势，我们准备呢把这个线呢把兵线全部给推出去，然后这时候就准备来去做一个推塔的动作。那你要记得洛克他的一技能啊，你在打塔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但是这里为什么盖瑞会开直接挡一下这一波会战，我这里呢直接开启大绝，再一个二技能直接顶在对面女人身上，再一个一技能顺利的拿下大杀特杀，直接把他揍到外掉，射到不要不要。这时候呢艾里一个大绝没有关系，我再一个二技能加上我的制裁配合超人的攻击，顺势的拿掉他们两颗人头。这时候对面就有一个 trouble 了，我这里呢闪在对面射飞师的大绝之后，准备来去粘对面的这一只屠人，但是哇，我扛他扛太久了，哇，我这里有点小失误啊，我刚刚应该先去射塔的，然后不应该先去追那个屠人的，哇，我这里
小失误，小失误，我们赶快进行快转的动作。哦，我们这时候呢，时间来到了接近15分钟，在观察敌方的这个阵型之后呢，发现对面突然一个失误，没有关系，我们这时候呢，要做的就是把对面的后排输出手给抓掉。我们这里呢，偷偷摸摸的来到后排之后，再一个一技能，再一枪，直接带走对面进的人头，他完全没有发现后面竟然有一颗洛克偷偷。滔滔啊来啊，哇，我这里直接一枪把他给带走之后呢，准备把兵线全部往前推，准备要带走这场游戏了。这时候呢，瑟菲斯想要把我们的人给换掉，但是呢他没有发现说我们其实刚刚根本就没有兵线，但是他这样直接跳出来没有关系，我们非常非常的赚。这时候呢来示范一个洛克的这个小小的被动小技巧，就是呢洛克他的距离其实是可以直接无损来去点塔的动作齁。那这时候呢超人想要抽塔，但是呢直接被我们换掉，顺利的拿下这场游戏。那最后呢，这边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在实战中呢跟各位说洛克你开启一技能打塔是完全没有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在经过测试之后呢，洛克你开启一技能跟你普通攻击射塔的那种攻击力啊，就是完全没有差别。所以呢，就代表说，如果你今天开启你的一技能射塔的话，就是浪费你一技能的 CD 时间，就是会可能有时候情急的时候，哇，就完蛋了。OK。那所以呢就建议各位洛克，如果你在点塔的时候就是完全不要开启你的一技能。那为什么我刚刚在实战中我又开启一技能去射塔呢？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带这个全能武器这项装备，是有一个元素之力的加成攻击力的 buff 在里面，所以呢我才会开启我的一技能来去做点塔的动作。那最后呢也顺便来去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次在这个 B 牌单牌的心得。其实我有单牌好几场了，然后我自己打上来，我觉得大家在选角的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先不讲一些可能资源的速度啊，然后有一些实战的技巧之类的，然后地图观之类的，那些都先通通推掉，就是先不要讲那些东西了。我们先讲光是这个选角以及配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想要学一些比较好上分、比较一些强势的角色来去做一个学习或是模仿的话，我觉得建议就是各位先从模仿开始啦，因为我当初也是这样子。那我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想要学的话，你们可以先开启你在页面主页面旁边不是有个天梯表吗？可以看一些 SS 级的玩家那种的，你就直接点进去，然后查看他们的个人资料以及个人的战绩，你就会发现说，这些玩家为什么他们在打排位的时候，他们的选角通常都是某一区块的那些角色，那很有可能就代表说那一区块的角色就是一种比较强势的角色，比较好上分，以及呢你可以直接观看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装备栏，你就直接把它抄下来就对了。因为你知道吗，他们会用的装备一定会有他的道理。那你自己玩下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哇，原来在对线的时候，光是这样子出装，我就已经赢对面一大半了。OK， 所以呢，这项小观念呢，就分享给大家。那之后呢，有一些可能比较深层的一些地图观啊之类的，我再依序来去做影片教给大家喽。本期影片呢就到此为止。最后呢，也别忘了，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帮我按个赞。你也可以追踪我的个人 IG 以及我的 YouTube 频道，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最近呢，就是不是那个麦当劳的红宝有出嘛？因为麦当劳这次有出这个红宝，然后跟黑宝嘛，然后黑宝先出，然后呢，红宝最近出了，我就跟 Kara 就说，来去吃吃看这个红宝到底如何，你知道吗？然后哇，一咬下去，我就觉得 OK，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就是输黑宝非常非常的多啊，黑宝你一咬下去你就说哇哦，你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红宝一咬下去就 OK， 就是 OK， 这 OK， 哦，汉堡 OK， 好的。然后可是黑宝就是完全不一样，它那个浓浓的起司酱，哇，屌打，真的是屌打，完全屌打。我建议各位，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完这期影片的话，记得把你的朋友全部拉过来，然后看最后这一段就好了。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你知道吗，那个红宝真的不推，真的不推，就是有点普通。我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想要买红宝，你就去吃那个劲辣鸡腿堡就好了。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吃牛肉堡的话，就是吃那个黑堡。哇，黑堡真的是那个起司酱超赢超多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还可以跟那个店员说你要酱多，就是你可以帮请他们就是特制一下你的汉堡，就是那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那最后呢，欢迎分享你觉得这两个汉堡到底哪个比较好吃，欢迎在 YouTube 下面留言给我知道。那当然这一期呢也不是业配，我也希望麦当劳找我业配啊，对不对？废话太多，我们就下期见咯，拜拜。